宝们，这个视频你们必须给我双击啊，只要两个双击啊，现在当老板的将来一定肯定会当老板的啊，一个月的零花呀，老铁。爆头要吃就吃最大的，而且必须是火辣的。嗯，这个视频我只要喜欢吃章鱼足的，给我来个双击啊！马上速进直播间。今天换种口味吃。有一个特大大米，哎呦我去，哇，你看，这个视频只要两个双击，一个男人，一个女人啊。大米蛋，哥哥姐姐们，我是海边90后。爸爸妈妈天天说我抱着手机看不干活，其实我就想把咱家大哥的扇贝肉给他卖出去。今天先检测一下我们家扇贝肉的质量怎么样，这是我刚刚拆好的一包，疙瘩无边一的，而且超级大，带黄的，回家红烧爆炒涮火锅都可以。今天来一个套餐，一包，两包，三包，四包，五包，六包，七包，八包，给爱心的老铁再送一包，如果说你觉得它划算的，就给我小妹来一个双击爱心，感谢你的支持了。这个视频我就不要双击了，因为我知道我要双击你们也不给。吃面条，我这次就不加辣了。我看咱家老铁能不能给我双击。你不吃辣，保证老铁不给你双击。我儿子说你们不会给，我不相信。吃一个迷你八爪鱼啊，有食欲吗？加点辣，不辣老铁也不会给我双击。哎。本来想少来一点的，来多了，没事。再来点辣油，辣椒放多。挺够味儿。视频你敢给我双击，我就敢于让你一夜暴富，不信你就试试看。吃爆头必须吃一斤一个的，来吧小的，今天不吃了啊，整点辣油。有个大米，有的老铁说你整天要双击烦不烦，老铁我不要双击，我怕你们不给，这个视频我就不要双击了啊，只能你们都烦。来上辣，必须要火辣的，哇塞，不辣你们会不会给我双击？
腌制八爪鱼。现在我不吃红烧了，我要给它腌制腌制都入味儿。简单的爆头，你们不会给我双击的。现在必须腌制，而且高浓度辣油。这个视频我只要两个双击，一个是有钱的，一个是将来一定会有钱。最喜欢吃哪一个？我帮你报。听说你家大鱿鱼特别好吃，来给我介绍介绍。咱家大鱿鱼太香了，一包400克到500克，一包2条，想吃不？想。给你这样发5包，5包就是10条。要怎么下单啊？下方有我的购物袋，点开我还给你。Thank you.